我就直接提醒苏贞昌好了，那可能他社会经验不是很够，他可以仔细去看一下，里面用的是蝴蝶兰跟桔梗，象征的是友情跟这个希望能够发展顺利，那没有丧礼的意义啊。那尤其是如果要丧礼，应该送的是花圈，但这种高价的花柱哦，就是同一款花啦，我身后送的就是同一款的花柱，那这个东西跟丧礼没有关系啊。我不知道送花给这个官员哦，提醒他们为官之道哪里有时候到了。那我还是要再讲，监督官员是人民天生的权利，那我觉得监督官员没有什么有时候到的地方。为什么没有想说是送到行政院，而是送到疫情指挥中心？因为今天早上疫情指挥中心有记者会，那哪里方便我就先送到哪边。那行政院如果有需要，可以请孙章院长直接跟我讲，我也很乐意再送他花篮。那他还可以指定颜色，因为现在各花店都觉得有案子已经非常好了。那请大家多多帮忙。